拼多多、卡达，然后这三个平台，那大平台就是基于从各个政治啊、社会教育啊、国际的方面去促进，就是同志权益这样子。好，那今天一样就是来跟大家讲 Firewatch，大家听过 Firewatch 吗？哦，听过 Firewatch 的什么话？然后可以感谢大家，然后没有听过的话，我今天也准备了影片来指导大家。Bright watch. 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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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ch. 看比不看更好投。领养小孩，小孩有同意吗？阿公阿妈都消失了，不见了。第一个我叫大纪念。你奶奶要怎么教话？Prime Watch 让政治变友善。Prime Watch 为家乡站出来，让选举都有彩虹选民投票指南，请捐款支持 Prime Watch。那大家有听过 Firewatch 吗？大家注册成为彩虹选民了吗？应该有些人还没。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Firewatch 我们主要是希望透过一个公开的平台，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找寻到你的选区有哪些候选人，也是现在热门表态支持性别议题。然后在昨天呢，我们的也有两组的总统候选人已经注册了，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他们到底写哪些的性别证件这样。那我们现在也在陆续邀请各个地委分区的候选人继续的上去注册表态成为候选人，但是有候选人之外，我们还是很需要选民，然后让候选人知道说，哎，每个地区都有非常多的选民们在乎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如果你是关心多元性别议题、关心政治、关心选举的话，我们今天有几个需求，一个是即刻就成为彩虹选民，我今天要准备那个 QR code。然后就可以扫描成为彩虹选民这样。好，然后再来的话是，我成为彩虹选民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监督的机制，叫做你可以新增他的有效有效言论，就是有非常多候选人他可能表态支持性别议题，但是他其实还是做非常多讲一些不友善的歧视性的言论，那你这边就可以把他编辑上去，他曾经做过什么好的事情，或做不好的事情，让其他人可以用更公开透明的方式认识这个候选人。最后，因为这一波的分区名单应该也出来了，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人跟我们一起找，就是区各个分区的候选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投三种这样，谢谢大家。